灯光好亮啊！还是好难啊！地上有点纸屑。传说中的海洋之心吗？是啊。那我们下半辈子不用愁了，给我。怎么办？它掉到海里了，它沉下去了。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世上一切的事物都是短暂的，唯有认识我们的上帝才是永恒的。只有认识上帝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我们再来听下一场见证，来跟我走吧。